糖的吗？没的。对，剪头了。剪前面还是后面？都可以。这个没有力气。这边要不要剪？可以啊。可以剪剪。OK， 我用手拿着就不用用到弟弟了。嗯。姐姐，姐姐帮你剪刀会痛吗？不会。真的、哦？你在睡觉吗？他闭着眼睛，不用用到。好，剪好了吗？还没。还没啊。哇，好帅哦！有个尖角哦，有个尖尖角。好，剪好了吗？我不要。好，那就剪好了。你跟老板谢谢，拜拜。老板就觉得，哎，这边很，那我来梳一下头发。好。哇，好帅哦！梳直的。弟弟，你有梳头发吗？好。成功，老板拜拜，客人拜拜。